身彩色大长腿，但自信坚毅的眼神和古典的气质，让他丝毫不输同场的其他模特。在场外又有一股莫名的憨态，可能是呆萌感，网友评论说被他萌翻了。典型有金发碧眼和稚气未脱的娃娃脸，双下巴和雀斑也抵挡不住的萌态，再加上他自带的古典气质，大家说像是油画里走出来的洋娃娃。所以在秀场上，在众多潮模中，他与众不同的美反而让大家眼前。